他们你们丽莎在里面喊麦了。丽莎在里面喊麦了。他说什么叫喊麦？把这个打十次让你输十次，是的，是的，把这个有绝对的实力。拜谢，安排个才艺，拜谢。你撒天舞 ，OK。跳哪个？放一个Lisa两个跳。
don't stop. Yes, yes, y'all. I feel a beat, y'all.发这个，如果我是阿广都睡不着觉，我也着急啊。发这个说的那个是很有远见的。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基本问题还是在。还是在十万粉丝这个问题啊，我也做了，现在也做了一些尝试，包括推广啊，包括这个竖屏视频，现在都做了一些尝试，这个看样子还是要加快进度，虽然比以前是要快了一点啊，比以前是要快了一点，但是还是要加快进度。寻找新人，吸吸人气，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尝试新人。发这个你有没有杀手锏？杀手，发这个，你觉得你有没有终极的一个办法？你认为的一个观点最有效的，行之有效的。视频是可以带动直播间，但是视频现在也不是说涨粉，也是直接一天也只能涨几十个粉啊，而且我也在努力做视频，也是做不过来。要与流量大的主播多连麦，我们连了阿胜，有时候几千人啊。发这个的终极发钱，商业时代就别口口说说，做不实事的。OK， 好的。阿广可以让拜东和嫂子过来串串场，咱那可以的。把这个直播间场地如果不解决，绝对没有用，就算拖十分。发这个，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场地还是不够大，还是不够大是吗？我那边还有，我们这边一共有两三间房，我租了两间，还有一间我也跟老板娘预定了，如果她搬走我就租下来，那就是有个地方睡觉，专门有个地方来直播，那就是好一点。不能进新的直播间肯定不行。才艺吧，狐狸，先安排个才艺。
把这个阿广摇摇摇，下点决定，不要再卖菜思维了，错过了就没有了。第二次，好的好的，发这个，我记住你的话 ，OK。Everybody put up their hands. I get a half a mil for my beats. You get a couple.摇啊，人家哪里点过我们？也许可能几个月以前可能点过也，可能我有其他的原因没接，可能有这个可能性。谢谢彩彩妹，
这边的人，这边的人，这边的秧歌秧不低了。刚才绿芽广哥和妹子们已经很努力了，涛子哪里叫我打 PK 嘛，他可能记错了。今天有没有条件？没条件，真的没条件。又真的没条件。今天是真没条件是吧？是是是。打的就是你没条件了啊。下手轻一点啊。来，就是没条件就要打。啊，那再开始。一麦啊，一麦。就是微笑真有。你没有打，你就哭了。
们的小星星的盾牌。谢谢橄榄绿哥，感谢橄榄绿哥，谢谢。谢谢巴西林哥，感谢巴西林哥，谢谢。谢谢发财哥，感谢发财哥的飞机，谢谢。
喝茶了。谢谢发财哥，感谢发财哥，谢谢。谢谢龙堂哥，感谢龙堂哥，谢谢。谢谢巴西林哥，感谢巴西林哥，谢谢。谢谢流浪哥，感谢流浪哥，谢谢。谢谢。十六哥，感谢小布林哥，谢谢。感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。啊，家人们，我们听发财哥的，我们自己不要说自己人啊，兄弟们。彩彩妹喊麦，稍微提示她一下，她就喊得非常好了，这个不逊于丽莎了。好，彩彩妹喊麦个跟客人叫丽莎。发财哥辛苦了，谢谢发财哥，谢谢龙堂哥。叫他们跳个舞啊。嗯，好的好的。跳这个吧。把这个你要引导彩彩妹肯定会进步的。 OK， 好的。他学那个中文直播中文他学的最快。这个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你不管了，不看手机啊？谁啊？你啊？我看什么？还有视频啊？你爸这样啊？我拍。那怎么拍？我骂。是因为你长得太短了。是。好了好了，跳完了。好的，安静。好，美女跳得非常好。啊，明天再打来哈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嗯好。拜拜。拍你，而且你讲要。